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昨天的比赛 ，Showgirl 展现出灵活的脑袋及无比的抗压力。我阿妈就用那个棉花棒去挖，一出来感觉像在挤瓦萨比。对或错？屁股旁边要吸引一些。对或错？而今天无法闪躲的 PK 赛，前三天的高手都将倾巢而出。今天你绝对不能错过的五位选手有：第一天满分晋级的林露，第二天全队过关的梦梦，第三天表现精彩的 Annie。及今天将展现实力的 Zio， 还有每一天都表现。